这种植物啊，可就很特别了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，建议啊，大家都认识一下，可能对你有帮助哦。朋友们，这个呢，就是风豆草了。这种植物啊，极为罕见，有着极高的价值，我们一起认识一下。这个风豆草啊，民间称它为四大天王。了解它的人啊，都知道它通常长在深山里面的山谷坡地，所以啊，不经常上山的人呢，是很难遇到的。风豆草是野牡丹科风豆草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别名也叫四大天王、猴沙药、毛叶地胆等等。它的叶子呈椭圆状卵形，叶面呐、有新散的短刺毛，叶子边缘呐、长有很多细的小锯齿，叶背面有明显的紫红色网脉，甚是奇特。它开的是顶生的楔尾状聚散花序，通常啊由数朵紫色小花组成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么它的果实啊也是很特别的，呈倒圆锥形，而茎杆呢也和叶脉一样呈紫红色，密被白色短毛。再来看，这是它的根系，看上去呢并不是很发达哈。其实这个风豆草啊，它还有个亲兄弟叫做风贵豆草，它们是同科不同属的植物，都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药草。而风豆草呢，它的价值和四块瓦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也是一种铁打植物，应用非常广泛。朋友们，你对风豆草还有哪些了解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关注小满，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。